Hello，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影片。OK，So Hello， 大家欢迎来到今天的影片。So， 今天呢，要继续来学这个泰国话了。那么今天就是 Part 3了。OK， 那么呢，今天呢，我们就是要来学，泰国话的家人，还有动物啦。OK， 话不多说，开始吧。OK， 那么呢，首先呢，先给大家听一遍了，像上一集一样。那朋友呢，就叫做，儿子。Look chai, 女儿 ，look sao, 老婆 ，palaya, 老公 ，sami, 妈妈 ，me, 爸爸 ，po, 奶奶 ，ya, 爷爷 ，bu, 大哥 ，pi chai, 小妹 ，nong sao, 小弟 ，nong chai, 大姐 ，pi sao. OK， 那么呢，我们来说一遍了。朋友 ，friend， 朋友，儿子 ，look 仔，女儿 ，look 嫂，老婆 ，palaya，palaya， 老公 ，sami， 老妈妈 ，me， 爸爸 ，bob， 奶奶 ，ya， 公公，不，大哥，皮仔，小妹，农嫂，小弟，农仔，大姐，皮嫂，皮嫂不是倒霉。OK，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学动物吧。OK， 跟。还是一样，先给大家听一遍。那么小鸟呢，就叫做 no 鱼 ，bla 狗 ，suna 猫 ，mail 马 ，ma 牛 ，wa 大象 ，chang 老虎 ，sa 蛇 ，wu 鸡 ，gai 猪 ，mu 老鼠 ，lu 鸭子 ，bei。OK。那么呢，我们再来说一遍了。小鸟就叫做 no， 鱼叫做 bla， 狗叫做 suna。tú, aunque tú me lo mandes con tu lupa ella.那么猫呢就叫做喵，那么马呢就叫做马，很像华语啊，其实。那么牛呢就叫做哇，大象就叫做长，老虎就叫做水，蛇，那么蛇就叫做母，猪就叫做母，那么老鼠就叫做奴，那么鸭呢就叫做贝。好了，那么呢，我们终于学好一部分的泰国话了吧。OK， 那么呢，还想看我学什么国家的语言呢？大家可以在底下留言啦。OK， 好了，今天影片就到这里了。那么，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记得点下喜欢它，也分享出去了。希望不要去订阅我了。那，快滚卡收看，拜拜。